各位同学，请问这首歌叫做什么曲名？来，你先举着来，你来。啊？不，帮我鼓励一下，好来，领奖，上来，大姐姐领奖给你啊，来，第二个，请问这首歌是什么语言？哪一国的？来，你说，知道，来，你说。 日本啊，我对了，来，你说，韩国标准答案哦，韩国，啊，第三个，请问明天是什么节日？明天是什么节日？来，你说，何同学哦，标准答案啊，来，第四个，请问刚刚这六位同学出场时候讲的哪一句话问候语怎么讲？谁会讲？你会好了，你来讲来。 我不会讲，你会讲，他怎么讲？快点啦！放红旗给别人啊！来，上来怎么讲？啊，你说。好，你好，对不对？好，给他掌声鼓励，什么意思？你好的意思啊。最后一个，请问，好那边了，请问这六位中谁是武道教练？啊？ 谁？哦，你反问啊，你反问谁？谁？好，来，背了，来一遍。<笑>好了，你这里，谁？哪一个大姐姐啊？谁？哦，对啊，林玉同学，掌声鼓励一下啊！来，你们讲谁啊？啊、哦，好，最后我们再次啊，让我们的鼓励感谢这六人，这六位小朋友，来一起。 哦，这是他们自编的啦，哈，自编的自己编曲的哈，自己编动作。接下来我们。